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开心美食阁，关注各位，我们站的地方都是每个星期不一样的，可能刚才没有发现哦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。曾经也同样无法。
福利的彩蛋的支持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蓝米，四年的谢谢。